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北，刚从保安大哥那里要了三张纸巾。你说你这种人，下来明知道下面下雨，我们要骑电瓶车，不拿纸巾，搞得我好尴尬呀。我跑过去我说："你好，帅哥，有没有纸巾？" 今天峰哥在杭州办那个宠粉节，他好像是2点开播。那天晚上吃饭的时候说的，我骑还是你骑啊？我骑。好。好久没有坐小西的电动车了，骑稳一点啊，稳稳的。我们现在到这个花店啦，我最喜欢的地方，女人的天堂。今天七夕过了，还有人订玫瑰啊？哎，可以啊，那只能有点昨天没送上，吵架的，今天就定了。那今天呢也不算了呀，日子不对呀。那要补的。哦，要补的，要补的。我现在订好了，这个老板等会儿给我包。昨天大概卖出了多少玫瑰花呀？六七百束，就是包好的花束。对。我感觉女人都是一样，来到花店就走不动道了，而且心情不好来花店看看这些花，心情也就变好了。这个是什么来着？我有一个朋友对这个过敏，有什么对吧？昨天我们给人家送束花，还说这个花臭，就说那个。我有一个朋友对这个过敏。对。这个叫那个什么油什么？尤加利。尤加利，对。是那种暗恋者送过去，人家不愿意收啊。对，他还要退掉。还要退掉。对，我这做。花都给你送过去了，你还要退掉，对不对？这个老板太可爱了，还挺好看。哎，可以，包大气一点。好了，包好了。哇，好好看啊！嗯，比我想象中的好看多了。而且我觉得很有心，里面对里面的那个元素，大麦，还有香槟玫瑰，还有向日葵，对。寓意也是非常好的，辉煌的意思啊。这个玫瑰叫辉煌。哦，辉煌，辉煌。那就是祝，等我祝贺词，等我过去给峰哥说。峰哥还是比较在意细节的人。对，我觉得很好看，很大气，而且它是一个爱马仕这个包装是吧？爱马仕城的一个包装。哎呦我的天！好了吗？哎呦我的天！你在拍照还是拍视频啊？我在拍照，可美了，我还给你加了美颜呢。好。看这大长腿呀，你看，咦呀，这肤白貌美的。你拍好了没？你拍照还是视频啊？拍照呢。好，可以了，走吧。好好看。外的衣服有没有人来收？你这是给我补的情人节礼物吗？啊？你觉得呢？可是我不需要啊。好像说的是给你的似的。你别骂我就行了，就不用送这么客气的礼物了。这是给你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兄弟峰哥订的。哦。等会我们不是要去峰哥？那里吗？对，给峰哥加油加油，鼓励鼓励。还是峰哥厉害，还是峰哥魅力大？那是的。哇，你这怎么酸不溜秋的说的话？我还没吃中饭。来，赶紧，我们这碗米线两个人吃，吃完了我们就走。厌食症怎么治啊？你怎么确定你得了厌食症嘞？我对吃饿的要死，都对吃没什么兴趣。走，出发，姐妹们，好，哪两个跟我去的呀？我。走。这啥？是给你留镜头。哦，面，我听他说我们勤快。带着我们女子天团来给峰爷送祝福了，我们现在到了。Here we go, la da da, la da da, everybody dance, la da da, da da da, 烦恼就一边了。
啦哒哒哒哒哒，我知道自己多美，由我定义做自己。Hello， 每一天。忙得不可开交，这个我们都能理解的，因为我们播起来也太忙太忙了。是的，跟小木哥我们聊了一下，我们晚上8点的话还有自己的直播，就是要返场，应大的要求返场3只松鼠。是的，我们几个都没吃饭，今天饿着肚子就想着晚上吃。表妹今天使劲照啊。是吗表妹？好累，非要躲在小溪的身后，都这么久了非要那么害羞。今天晚上开心看我造吃的，我晚上不打算吃晚饭了，就吃零食。看我们表妹吃播。对，好，那我们回去吧，小谢。好的，走，拜拜，我们晚上8点见喽。